我跟妹妹走了，五日后八一大桥见我失手，我拿了你140元。这段话看的人毛骨悚然，而留下这个字条的是一个15岁的女孩。7月5日的凌晨1点，我们在南昌市的八一大桥见到了离家出走的女孩的母亲魏才启。魏才启告诉我们，头天晚上大约9点40分，他看到了女儿的字条，他立即拨打了我们频道热线，然后开始组织家人寻找。魏才启说自己平时对孩子很严格，一件事情如果说了几次还不改的话，脾气就上来了。